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是不是？上去了啊！师傅在这磨刀呢，一会儿接着修驴蹄子啊。这个吗？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这就在那修，就在那这一把修了，那一把都修了修。在这能修吗？那个绿瓦子，绿瓦子。在这地太黄，花球了，花了还就花一米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是不是？走走走。别抓了，这都是金秤，这是鞋。对呀、啊。哎哎，瞧，九头八斤这是十万脖子买的，这行。拿到拿到，可简单了。我都是自己学的。驴蹄子为什么会这样啊？给大家讲一下子，朋友们。他叫了。师傅掰掉的这个就是刚刚出生的小毛驴的那个肉蹄儿，出生之后如果不掰的话，这个蹄子就会烂掉。抠完之后是这样的，这个要是不抠的话，时间长了成血泡了啊，由于长大了成血泡了。好了，我们接着修这个驴蹄子。我从回老家了，过山。这个不叫你不保护的呀？山东，哎呀，给你卖驴的。你老男人就有钱了，不干了。给的。俺穷，不干了。我一天，我们那天，哎呀，老张喝了一圈。这都背带，看来蛮快黑的。会支教啊，这是？我是。这段时间的会支教还不多是吧？不多。又道路的这是有线，四个蹄子都线是吧？线，你看挖的是什么了吧？月本。
不要靠嘞，鱼儿靠嘞，鱼儿靠嘞。给我吧，我操，嘿，师傅直接下手抠烂肉，看看这个啊，这个也坏了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啊，疼了吗？你看啊，疼了，它立不住。嗯，立住，立住，露出骨头来了，感觉。疼死了。哎呀，这个也坏了。我这都裂了，这不都下来了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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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休息。对，把你往那弄，老干露露就把那脚垫着。师傅直接下手抠烂肉。是有腊肉吧？有有有。呵，哎呀呵，哎呀。就是，我几毛，他那牛外头都牛外碰着肉了，他那肛门都摸出来了。是双子草啊？啊，是草的，对吧？四百六，鱼不能。今天说这咋回事？咋回事？你看看，就说这呗，背出那个，没这呗，皱起来啊！对对对，再光三分钟，哎呀，我就着了，有点多，因为搁哪，怎么又多了？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，他愿意吃，他愿意吃，他非开始摸就开始嚼，一碗生姜都点，给我点多少吧？你开，坐下，这坐着你嚼光不要停。啊，站，丈夫给出来呗，平均这啤酒六十多。定了，教育。我怎么干还带一个教育？这，就是说，我姑娘，我才买车头一年，上来去，我买啥？哟，不，四年。好嘞，给你听着。四年以前都买那个绿花的，知道吗？定了呀，哟。三百四几百一人看都。一弄六七百斤，那个车那个车，走了。我的妈，那牛是强。这就在车上干点这都。这住在那家吗？这都。对呀。讲了吧，讲了这个。哎，你那个都。上上有人要，赚他一百二百来就发财了，没人要呗。从这边拉的牛，从那边拉到农场。对，一个人这事儿，你要不是我怕，你看他们都批了吗？啊，批，不挣钱，不是哥，我找个在这儿。现在卖了，现在弄完了弄弄成个。那天上在后边，在后边，不行，我那个空调卖。一个长腿，一个短腿。你这家当不担心，你这掐着我脚都断，你这钱都不担。没拿，八千八蛮费劲，那家伙够了，是吧？今天那叫你弄上万，弄一万，这确实，你脚趾自己长的也。哦，我那还买那个四一万的，我就买那俩贵的，多少多少。加，我看单位，我也看单位，你要养不养单位有自己。钉好了啊，钉好了身上这个疮，然后喷了点药什么的，这需要养，最少养一个月，
你看看他多瘦，你看这些多胖啊，一块儿过来的。